来今天跟大家介绍，这个也是从日本来的这些螺贝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前面这排这个千手螺跟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宝螺，或是说紫安贝，那还有后面这排这个玉螺。那这些像紫安贝，就是在日本有这种安产，就是帮助孕妇顺利生产的这个效用。那这其他像这种法螺，这种宝螺，也都是佛家的这种八宝其中的一些这种象征。那另外这些这种玉螺，也都是这个可以在为家里带来好运的这种吉祥物。